Hello， 大家晚安。今天又是我们每周一次的 Scary Night， 黑仔熊的恐怖之夜啊。然后第一款游戏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游戏叫做 Boogeyman。Boogeyman 是由阿宗跟 Lin Amy 5688所推荐给我的游戏。这款游戏的音效非常好，那我们就戴耳机来进行游戏，会得到最佳的体验。Like it did me。等我里面，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Don't be scared, man。有，我在这里 ，I'm over there。Scared of light. What? If you ever get scared, just shine your flashlight, okay? 想干嘛 ？Thank you, L. I'll see my. Oh my god! Oh my god! Ah!他就这样直接死进来、欸。刚什么声音？刚什么声音？干什么？滚出去 ！Get the fuck up！ 我用我的手电筒，我照亮你的心，也照亮我的心。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恐惧。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那个家伙 Boogeyman 长得真的还挺像蜘蛛人的、欸、不是我在开玩笑啊。 Spider-Man 没有工作就去当 Boogeyman， 从窗户进来，从大门进来。 Spider-Man 准备失业啦，失业啦。是 Boogeyman。GG。 我不太知道现在要干嘛，说实在的，不能开就是。啊！我看清楚啊 ！I the fuck 你！Night 2 with Night 2。喂，干什么？滚出去！我最讨厌蜘蛛人了，我比较喜欢死侍。你们要知道，我必须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虽然我疯疯的办了这个 Scary Night 这个活动，但其实我是胆子很小的，我很容易吓到，我也是会怕的，好吗？你们不要太苛求我，就是我已经快尿裤子了。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我上半身我有戴帽子，然后穿上衣，有没有？其实我下面裤子没穿，直接包尿布了。Boogeyman 也他妈怪怪的，有问题啊！为什么 Boogeyman 一定要找我呢？家里是没其他人吗？我可以找爸爸妈妈。你如果看爸爸妈妈在啪啪啪，很害羞不好意思，你就干直接进去嘛，不用客气啊！你找我一个人有比较好吗？莫非你想要扑倒我？我这么幼稚的，你吃这么重口味也是啦，你长那么奇怪，你简直就是抱歉，我无言以对，无言以对。哦，为什么？你到底是为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为什么你明明知道，一晚上家里就会有他妈的 Boogeyman 会跑进你的房间里面，然后你却不把门锁好，不把窗户关好，然后你还坐在房间正中央，不待在角落。二，你明明知道他怕的是手电筒，你还把每个晚上结束之后天亮，你是嗑药玩得太嗨了，就把手电筒随便丢在房间的某个角落，或者丢在客厅，或丢在浴室，丢在厨房。你怎么不干脆去外面丢垃圾桶，然后你整个晚上在外面淋雨，也许还比较安全。PC Home 关心您，还有24小时订货，你只要今天晚上10点下标结账完成，你下午啊这。You will pay for this. 我就是不走啦，我就是不走啦。等一下，我现在就不想玩，我就这样放着。我看你 Boogeyman， 你躲在哪里？来来来，我跟你讲，我现在这个躲在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全游戏最安全的位置了，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一目了然之下，你从哪边出来我会立刻看到你，然后我这上面有一盏灯会照死你，照到你爆头。这样子有没有看不到啊？有 fuck you man。 这边会不会狙啊？我的妈的 ，blood， 怎么 do？ 马蒂 ，we did it，we got 93。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夜晚 ，all right。你们有没有玩过《恶灵古堡》？啊，这疯人！啊，这疯人！好了 ，OK， 我们就到这边。我们 Boogeyman 的 Part 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我 hold 不住再玩那个另外一款。我觉得 hold 不住。我们可以保留到下个礼拜吗？另外一款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Can we please？Can we？